我们三圣乡最是一级景区内的荷塘月色，以前吸引了多少游客啊！是一级景区里面的，现在已经评出来种粮食了，荷塘月色也消失了。以前夏天、春天，每天在这里的来的、逛的人、走的人。成千上万了，唉，可惜了。看来粮食相当的紧缺啊，还有人钓鱼，现在已经没得人管了，已经钓鱼那些，因为马上肯定就要消失了，这些景区，不晓得今后还能不能恢复了。